白话佛法，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忍辱的果位很高，一个人一辈子都是靠忍辱过来的。我们每个人不靠忍辱，每个人都活不到今天。你们这么大的脾气，你们能活到今天吗？看自己的兄弟姐妹看不惯，看自己父母亲看不惯，看自己都看不惯，我怎么这样，恨死自己了，怎么活？一个人活不下去了，所以要忍了，要修到后来无生法忍，就是连忍的心都不要生出来。人家欺负你了，无生法忍，我没有忍耐的心，我没觉得他在欺负我，很正常。他今天骂你了，你就觉得这个人对谁都这样的，谁都骂了，你就觉得很正常。这世界一切都是无所住，没了。我们人间一切无所住心，什么东西能够留在你心里的？好好的过你现在，好好的过你未来。你一个人来到世界上，你走的时候是一个人走，所以你一辈子就是这样，无所住心，居无定所呀。一个人要明白，离开了大家，离开了众生，你就不能成为菩萨，也不能成为佛。也就是说，任何一个人的成功是靠着大家，眼睛啊，鼻子啊，耳朵啊，思维啊，眼耳鼻舌身意啊，全部都要合作才能成功。凡夫呢，经常呢被这些所迷惑，以为眼睛看到的就是你我，耳朵听到的人家说你不好了，哎呦我，这个在佛法界里面就称之为六贼。所以我们人经常颠倒，人最大的问题就是我要面子，光秃秃的来，光秃秃的走，什么都带不走，你要什么面子啊？所以菩萨告诉我们，不要把我总放在前面。在这个世界上，你不管做什么事情，一切都是因缘和合而成。今天没有这个因，你就没有这个缘分。你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师父，所以你们来找我，所以你们因这个因种下去了，所以来了这么多的果。只不过这些果有的要烂掉了，有的很好，有的看看很好，里边烂的，有的贴个标签卖高价。那么因为有这个因在这里，这个果不同的呀。你有这么一个师父做人这么好，人家都来找你，你只要想到都是因缘生因缘灭，跟我们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当时有缘分，慢慢慢慢他们过世了，因缘就灭掉了。如果没有因缘，这个世界上一切都不存在。所以世界上有太阳一定有月亮，这个世界上有男人一定会有女人，有好人一定要有坏人，所以一切都是正常的。我跟你缘分结束了就没了，我跟你缘分很好还能维持。有的事情不一定是因为缘分没了是件坏事，有的事情不一定因为缘分有了还是件好事，善因缘恶因缘都不一样的呀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一切都是梦幻颠倒，拼命赚钱赚钱，等钱赚满了好了，给家里人用，给孩子用，你只不过不替他保管，这就叫梦幻颠倒。造房子造个烂尾楼，没人去租了，卖不出去，每一个人都要面子，要到后来都没面子。所以梦幻泡影是即生即灭的，
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梦幻泡影都是生了马上就灭了，灭了又生出来，感情也是这样，生出来感情灭掉，灭掉是感情又生出来，就像人一样的，活在世界上又有希望又有失望。所以师父跟你们说，缘起性空，只要有缘分就会灭度。今天我只要认识你了，终有一天会离开你。任何的东西只要有了它就会没有，所以你不要去争，有什么好争的。所以缘起性空，只要缘一起，最后的本性，这件事物的本性就是空的。今天我扎了这朵花了，它的本性就是扔掉烂掉，这叫缘起性空。所以大地山河宇宙万有，在这个整个的宇宙空间当中，它都是这么一个轮回，一个缘分。所以就是告诉大家，因缘合了就有了，散掉了就没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因是电池，果是电筒，你把这个电池的因装进了电筒里面，你才能照亮。你单单有师父这个电池，没有你们这个电筒，不能把师父的这个佛法能够传到别人身上，那你这个电筒不会照亮的呀。因为你照亮了别人，自己也看见，所以必须要亮。那么就是缘分，合合而成，合在一起，那才能成功。就人跟人只有合在一起，他才能成功。任何一个人只要分开了，没有力量。所以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单独存在的，这世界上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单独存在的，它都是合合而成的。要明白，合合而成就会有聚散离合的一天。所以因缘假合而成。你看你今天太阳出来，你晚上去看太阳到哪里去了？不见了。这是一种虚幻的景象，是让你能够理解，让你知道一切都是自性空，任何事物都是本性空的。人生出来没名字的，什么都没有的，房子借来的，名字借来的，爸爸妈妈借来的，到这个世界上就是来借东西的，借了汽车，借了工作，借了岗位，借了老婆，借了孩子，等到死的时候全部还完。缘起性空，真空妙有，缘分起了，这个本性就空了。但是真空呢，你说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真的空到底了？没有啊，你还有房子啊。这个空是什么？妙有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够理解这些佛法，理解这些悟性，而存在于虚幻世界当中的一种物质。所以这种物质在佛法界讲叫非物质，不是真实存在的物质，是非物质。所以每一个人念头当中要经常想，这个世界没有一样东西是长久的，所以我不要生气，今天还能跟你在一起感恩，今天离开你了谢谢人家，感恩他曾经帮助过你，永远要学会感恩。感恩父母亲给了我们一个身体，让我们在这个人间能够活这么多岁数，所以我们要保护好自己的慧命，不要做错事情，不要让人家伤害我们的身体，也不要自己去用自己的身体去伤害别人。所以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只要记住这是无常的，没有长久的，你心里慢慢的就会无我的。所以佛法界叫无常无我呀，你知道这件事情是不长久的，你一定不会对自己太重视，因为觉得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啊，不是你的，我一定要占有它。那么你慢慢慢慢的，你就我相就执着了。所以这个念念无常，
所以起心动念要么就是善业，要么就是恶业。你与其接受恶业，你还不能去接受善业，你这样的话你就不会犯罪了。所以有的时候你念头一狠，我就这样，我就不卖账，那么果报就到。因果只要一动你就受报，你因果不动你就不受报。怎么样让因果不动呢？你自己如如不动，它就不动了。所以你必须要学会放下。教你们一句话，本来就是这样的，每个人本来就有生生死死、富富贵贵，每个人本来就有身体好身体不好的，这一切都是无常的，都会变化的。对我来讲有什么难受了？叫我在哪里我都是学佛，叫我在哪里我都是工作，叫我在哪里都是做功德，要什么面子啦？一个人要学会重新开始，一个人什么事情不重新开始的话，你果报到你会堕落。所以不想堕落的人，不想再承受因果的人，那你就好好的修行，好好的学佛。